冰哥，你是吃这个鸡蛋煮面还是吃这个鱼煮面？鸡蛋煮面。确定？确定。啊，这鸡蛋。怎么了？你先吃。你也吃啊，你怎么不吃啊？等你吃完。你那白腹臭里真的是。打开啊，打开吃啊，这是什么？不行，打开看一下，打开看一下，来，打开看一下。你吃，你吃，你这个是什么？牛排呀。那你吃这个吧，我吃牛排。哎，好不好？来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那我先吃完，等一下我怕我抢你的。哦，好，你先吃，你先吃，你先吃。手不用放这里，我不吃，等你吃完。快点吃啊。那你也快吃完了，要不我也吃吧。嗯，好。你这怎么吃啊？这个什么？牛排呀，鸡蛋呀。嗯。吃点东西啊，尝一尝。嗯，好吃。阿斌。哎。吃饭啦。你去帮我倒杯水。倒水，好。这个这么多，我吃这个。
的水，不是叫你吃这份吗？这个大份你吃不完。你怎么不吃啊？你吃你的呀，吃还堵不上你的嘴啊。吃大馍嘛，真的是。嗯，给你吃，给你吃。哦。哈哈哈！什么鬼啊？是吗？不是喜欢吃螺丝吗？哦。吃饭啦。好嘞。就一个面，你不吃吗？没有一口不想吃。就帮我倒杯茶的。嗯。真好吃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吃饱了。要不要再来一点？你是吃这个面还是吃这个？这里面是哪些？你说一下。选一个，我吃这个面。你确定啊？确定。等下别后悔。不后悔。你怎么不吃啊？等你吃的差不多我再吃。我估计你这个里面又没有东西。看你吃的差不多了，我也准备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要你吃你不吃，现在。
说了让你别后悔。让你别后悔。